只。那两只鱼龙的话，就是刷昨天的那个奇鱼的活动吧，就两只啊。一场就结束了，对吧、啊？大感谢定时，是不是？是。它为什么是空的？对啊，因为有生命保险吧。哦、因为酒也不带任何效果，所以就不给了。也每日几哦，这下面了，太白痴了。先剁了那只风票，再剁那只水妖。没错。最麻烦的先干掉。错了，两只都很好打。啊？两只都还蛮好打。下我要换啊！不要换好了。看到大家都在等啊，不换了不换。对，想说不是很想，不是很想，想怎重弩不是很想玩重。来啦！啊，我没捡到！哇，有炫鸟哎！谢阿炫，好亮好亮！不要欺负我的奇面族，他们是给我集展位用的。奇门主不见了，再会了。哎、欸，靠药！我刚吃了个秘药啊，结果我自己把它断掉，现在只差一颗了。这怎么会断掉？还没有增加我体力上限。你怎么断掉的啊？那个爬洞窟。哦，会断掉、哦？水鸟在下面。嗯啊、风票都来了，是啊，对，它移动，好亮啊，这里，真是，看起来很用力。我来了，下来了。哇，这么快就中了！哇，有槟榔汁哦，那个嘴巴，还可以再中一次。找不到他。下面捡大消、嗯。哦吼！猫咪们上啊！下来啦！困好久、哦，对啊，晕了。叫，我没把他打掉。
哎呀，西吧，水哦。哇，没事吧？哎，破坏部位哪边的？我断尾了。断尾了。没有啦，尾巴没有啊，尾巴没破啊。没有啦，我拿锤子哎、欸。没有，尾巴是可以破，不能断啊。它是可以破坏的、啊。哦。嗯，没兵了、欸。可怜呐、啊。可怜呐、啊。好了，下来吧！哇，有有有，空中爆发，要死了！啊，没事，有一个掉落物，在他的尸体底下，有啊，石头那边，这里耶！啊，水妖还在下面，他下去了，就我几个展位吧，鸟鸟。哎、欸，炫鸟阿炫，他很饿哦，干嘛要顺便杀是不是？哎、欸，靠腰。抱歉。怎么了吗？没有，我捡到石头，把我尖锐石给丢了。大金，干嘛？小金啊，他抱歉是为了他捡到石头而抱歉，不是骂脏话。一只小心的遇到青竹，哇，他累惨了。不是因为他对石头骂脏话。抱歉，敢对石头骂脏话。哎呀，他的屁屁！我要打他屁。软化 PP， 哎，我软化错地了。他舌头本身就紫色的，再加上他中毒那个嘴巴。对呀，哎，炫鸟，你看阿炫来了，闪光弹来了，各位小心。哇、啊，很晕很晕，哇，他一晕三呢，哎、欸，软化，感谢你的软化，哇，伤害突然变好高哦，原本只有七十几，变114。炫耀。炫耀肿了，头上肿两个包，走不掉了。是不是很可怜？是。啊！啊！抓干呢。现在在干嘛？打活动任务啊！有活，现在有活动可以打，打一打。哇，那个多哥单下150哎、欸，我的天哪、啊！狗、哦，哎、欸，快快快！很爽哎、欸！哎、欸。欸人家要一头撞啊！一头撞死的剧情我看多了，是不是？昨天还在那边，驯鸟的掉落好多啊！还有一个在哪里？啊，不重要了，先去挖。
呛到。呛了吧？呛！那一口气，那一口空气太干净了。啊，在这里啊！啊，完了！中了！哈哈哈哈哈！这压力中了。我好热啊、喔！那个感觉不好啊！我眼前现在突然一片黑。啊！换鸟的哇！一张票是吗？大感谢票 SP SP 一张。你看我吃就没有。HDD。我也没有啊，不能怪我啊。你叫我吃的。这个都应该够了吧？什么够了？他不是要两坨还是一坨？你说飞龙吗？对啊，飞龙到时候杀冰牙就好啦。不是啊，那个我说错了，是风飘的。风飘一坨啊。哦，一坨就好了。红衣鸡蛙，看一下是什么啊？任务太多，我三下。鱼龙两只，然后泳装冻土的活动要两次。没事。鱼龙中，飞龙，好啊！老鱼龙除了那两只鱼以外，没有别的。哦天哪！嗯，现在看到那个。寿妇娘们穿，这刚讲的好像在讲脏话。寿妇姐姐们穿的好，有点 sexy， 有点 sexy， 是透明的，很棒。嘿、hey。哇，先像这样。泡米。泡米。泡米。为什么会有德勒？啊？德勒不就触发的吗？我的地啊 ，Discord， 按电脑。我觉得地气有投资灯啊。他那个奇怪的人留言呢、欸？对，我看到了。留言什么？求帮他打几倍。怎么还在打、啊？谁啊？他从上次打到现在还没打过、喔。好、啊哦，我就慢，我就是慢。哎、欸，你有看到那个很多土的那个吗？我烂，我烂，大别吵了，大家都烂那个。对，别吵了，大家都烂。那个在铺浪上的、啊。
对，我知道。好笑。那个大家都会去，他会去崩雪崩区啊，去雪崩。嗯，好。哇！然后看到他了，直接撞。好。叫屁呀、啊！拍谁？帮我乱点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到时候我也飞太远了。Again。哪里啊？跑吗？你呢？好。哦、啊，他不让我，没关系，他脸来了，原本就软的啦。多久？来了。软的话打更痛吗？会啊。啊、哦。有没有软差超多的？哦，真的哎，差了两滴血。红起来。你不可以有荣誉、嗯。啊。呵呵。啊。那脚怎么已经断了？对啊，对啊，我刚才在他上面转。那天就是两把散弹枪，直接打一只秒了。我也想做散弹，可是我的防具还没做出来。他闯开了，可怕。卑鄙的猎人们，卑鄙外乡。我的心偏右边欸，我的天啊。欸，晚来的我看不到。不知道。看到了。我就一点点。那我就要走过去咯。嗯。没有啊，我的心根本不在那边。他在右边的，对对对，就上面。哇，你把我的心包起来了、欸。哇 ,HTT, 你进入了我的心欸。哇。在这边出来吧。还有一只动力，我在哪？来了，来了，还撞！软化，成功，大成功。大帅哥，
啊，好可怜，直接被虐杀。我上还差，没有法，这只就等于世界的凶彩龙。第一只出现的总会这样。蒙牛龙还比较好，不好处理一点。蒙牛龙还是在他后面的那一只。对、啊。谁啦？啊？这是节操吗？什么东西啊？我看到江江躲在很边边诶。我在远远的跑。对。哦，那是我没错啊。我是应该开一个新的频道啊，放照片用的。可以啊。啊，我两张大感谢机票哎。我恨你！你看江江在最边边。我去看一下。要怎么新增呢、啊？经历频道、文字频道、魔物相簿、经历。好。还是打票了。还有什么是他们缺的吗？永霜洞图他们是不是也缺一只？哎、欸，永霜洞图，嗯，是。看一下。洞图一。飞龙一，飞龙等下打冰牙，那就打一个洞图。冰猴啊，交货果实的任务。那个，那个不是洞图，那个是矿物跟那个的吧？矿物素材还不素材？洞图只有冰猴跟。那就在冰瑞花、啊，冰瑞花那么快，还是要猴子？猴子一人抓两只也可以啊。来啊，赌一场猴子啊，说明又有一只金猴了。来啊，我要换衣服。更换装备。他是在哪一区啊？五号往下跳。五号不管怎么样都是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解完了，我可以去先把衣服用起来了。不要。拜托啦，等我一下啦。不准，求求你！不准，求求你！你还不是走过去用了？所以我正在求你嘛。哦。哇！干嘛 ？Apple 这样意外的还蛮好看的。对啊，对啊，所以我就是要买的啊。有啊，我分析已经劝我买了，我已经决定了。哇，龙虾壳哇！吃什么都不对。要多久？快了，快了，真的。
我好不灵哦！哇，看有五张的人来。哎、欸，在那之前我们可以玩这个。嗯。哦啊，这是什么？雪人吗？对，雪人。这怎么玩的、啊？叫出来的？好像对，叫出来的。然后可以跟他摸，会有雪球。雪球砸中三次，好像有集晕效果。在哪里啊？你要靠近雪人摸它、啊，然后你再溶结晶把雪人交出来，哎、雪人会融化。好、哦，我找到了。我怎么都查不到你？因为我穿这个衣服有防弹效果。我怎么没防弹呢？哎、欸，打到雪，打到雪人好可爱啊！哈哈哈哈哈！这雪人真的是很丑。你们在哪里？五号吗？我在五号。再看你的头。啊！靠！不是打中人会变雪人的头吗？好丑啊！在哪里？我也要摸。丢他！哎、欸。没有猴子，你看我，你看我，要怎么瞄准人呐、啊？没有，就自己瞄，想办法瞄。对，这么难哦、喔，丢我，丢我，丢。哎、欸，我丢了江江三次了，他还丢到我两次呢，有啦。难丢哎、欸，反正你有看到我。有啊，你头怎么歪一边啊？你这是偏左边哎、欸。丢我，丢我。那为什么我头是歪的？丢我。再一个，再一个，没有没有了，我没雪球。哎、欸，我没了。跳远一点。OK 啊。我没了。我还有。丢龙不知道有什么效果。你可以去追那只猛牛龙丢丢看。不是。哎、欸，有啦。你也很有哎、欸，而且你是黄色的哎、欸。我没有啊，我看我颜色、欸。我有，我看你有啊。干嘛？你看我的屁股若隐若现呢、欸。我看。哦，好骚、哦。我先看温泉好了，我是若隐若现呢、欸，真的、欸，哎、欸、丢那些翼龙啦，白痴哦、喔，我在秒啦，丢翼龙三次会不会头变这样子？我丢了啊，好像没有哎、欸，好没有哎、欸，好烂哦、喔，为什么凡间的头比江江的大颗感觉、啊？我看 HD 头才是黄的哎、欸，为什么我的头是黄的？哎、欸，这雪人越来越扁嘞、欸，对啊，会被拿光。好笑、哦！妈的，垃圾！哎、欸，有一个人默默的去抓了，是不是？我想要抓完三只来陪他们丢一下的。没了，居然没了，丢路。对。嗯，哎、欸，进去里面中。哎呀。哎、欸，结算后面的时候头就不见了，可恶！松阳，对啊，我没去赖干一下。哎、欸，这画面好丑、喔、啊！我一定要给你们看我的画面。到底？我项目马上就用到了，然后我，这怎么有一个头在那个洞？好像是我哎、欸。而且那把武器是谁的、啊？什么武器？那个是风飘龙吧？我那个是鸟吧？翼龙吧？刚好那个手柄的那个洞有一个头，